由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与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联合主办的 R 台北2009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于27日举办开幕记者会。文建会主委黄碧端、文建会第三处处长黄才郎、艺博会召集人萧耀、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吴文雅以及策展人石瑞仁皆出席会场，纷纷表达关心艺术生态与提供艺术发展平台的心意。今年是第四届了，在前面的三届是从1亿5千万到4亿5千万，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是7亿5千万，增幅是非常的快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视觉艺术界的表现已经让国际刮目相看了，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成绩。今年会把全部的门票收入通通捐助水灾，那另外还有义卖的部分，这些国际艺术家们他们有一个大幅的作品就会留下来做义卖，所以今年我想义卖的成绩也是非常可观。今年艺博会自8月28日至9月1日于台北世贸艺馆隆重开展，主题为美学与环境，希望以艺术为媒介唤起观者省思全球环境的冲击与变化。开展前却逢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主办单位特别提出联合赈灾计划当我们同在一起义卖活动，以艺术力量协助灾区重建，更赋予艺博会化思想为行动的深层意涵。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